这些想柠檬搭配咖啡，默契却慌张。大雨滂沱的片刻，回忆重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蔚蓝清澈。时间冰河，小心的温热，平行的风就像转了弯，交集璀璨光泽，让人雕刻美好的轮廓。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喜欢你。我跳啦！放心跳。最近吃的有点多，你可得接住啊。放心，三个你都接得住，来。太胖了，害你没接住。没事儿。刘文一，不打也不行啊，在金管营比赛靠的可全都是奇遇这个外援。你们这怎么使美人计呢？没事，刘文一，不答应，明年让奇遇支援我们数科，我们干翻你们。你们赢不赢比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奇遇在哪个队，我就支持哪个队，总归是会赢的呀。哦，这是算答应了吗？你等一下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哦。那你会全天下第一对我好吗？当然。你还喜欢我吗？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磨磨唧唧可不像你的风格。对不起，其实我每天都想打电话给你道歉，但是我发现这次好像道歉没有用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其实我们也并不是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对吧？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苦大仇深的去考虑那些钱啊、房子啊这些现实问题的？我们就相爱一天，热恋一天，不好吗？这样，我不用改变自己，你呢，
也不用让自己承受那么大的心理压力，对不对？依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我更不甘心。但我不可能不考虑我们的未来。可是未来谁说得清啊？我们就过一天开心一天不好吗？我们之前都说好了的呀，要一起看日出日落，下雨了就窝在家里看电影，天晴了就出去郊游，夏天去冲浪，冬天去滑雪。要是晚上睡不着觉呢，你就夜里陪我去看海，这样的日子难道不好吗？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只谈恋爱不考虑现实，没有未来的话，我就是在耽误你的时间。你早就想好要和我分开了，对吗？叶维叶，我们分手吧。你值得更好的人，而我对你来说，其实咱们之前看过一部蓝色是、嗯、你干嘛你这么想表下眼？那部剧是个悲剧是吧？嗯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绝对不会像那样，你会好好的，我也会好好的，我们都会一直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比。今天怎么就跑了半个小时啊？你来之前我已经跑了一个小时了。本来想的呀，把身体搞垮，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。结果发现呢，越累越是想找个人依靠。是不是那个姓傅的人渣那事儿得重新去找客户啊？你在这陪我不会耽误你时间吗？我最好的闺蜜失恋了，我还工作什么呀？工作都靠边站，就算现在有一个十个亿的客户找我，我都不会出去工作的。我今天唯一的工作就是陪着你。十几个亿的大客户，那你肯定得去啊。不然你这闺蜜万一这两个月就失恋一回，那你不得错过当全球首富的机会？你能不能不要乌鸦嘴啊？这次失恋就是你最后一次了，下次遇到的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你、对你又好、可以跟你厮守终生。嗯，这一次嘛，就算是个遗憾吧。你说人这一辈子，哪能没有遗憾呢？一点遗憾都没有，也挺没意思，是不是？
见。小图，你那个朋友于总今天来办理了大笔存款，你这几天跑下的几个客户也都进入审批流程了，这个月业绩拿下，你可以安心休个年假了，和你的新婚老公好好出去玩玩。对不起了，季先生，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，你还是先靠边站吧。靠边。想去哪儿玩？我现在有假期了，你想去哪儿，咱就去哪儿。我想一个人去。那不行，我不放心。我跟齐豫这么多年，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也是时候该一个人好好的整理一下。放心吧，我呢不可能一直难过的，更不会想不开。等我好起来了，我自己就会回来，像上次。某些人当时可是说过，只要有假呢，就要跟他们家季先生一起去度假。好了，别担心我了，我想自己好好待。你说怎么能让人不担心啊？我等你半天了。新鲜出炉的好消息，你亲自出马谈下的新能源企业融资已经在走审批了，只要这个首屈一指的大客户拿下，也算给咱们吉安分行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。等开展业务领域的全面合作，咱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业绩都不用发愁了。听起来是个好消息，不过接下来你得盯紧一点了。放心吧。对了，我请了一个年假，连着中秋假期一起。赵总，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多上点心。嗯，赵总，你刚才说赵总什么意思啊？老婆，把围腰给你系上啊，免得你这白衣服弄脏了。太好吃了。我查了资料，偶尔吃一两顿火锅问题不大。早就跟你说了。嗯，而且啊，偶尔喝个一两杯奶茶问题也不大。我也早就跟你说了。这奶茶快喝完了，我再给你点一杯。啊，给我点凉的。不行。那什么热的？我吃火锅喝奶茶是没什么问题，我倒是觉得你有点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？升一个部门经理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啊，摆这么一大桌，就是为了我？那不然呢？往大了说啊，我的事业取得了阶段性成功。往小了说，以后在家里面我终于能和饶总平起平坐了。恭喜。哎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你别说吃顿火锅喝杯奶茶了，就算今天晚上你想去夜店看黄毛帅哥，我也奉陪到底。上次我没看。这还差不多。再说那黄毛帅哥哪有你老公爱看。就是。来，吃快肉了。我好多了，你快吃。我就知道了。老季这人做事一向很地道，不会乱画饼的。你还在这儿跟我吹老季的彩虹屁呢？就你还不知道，人家老季让你当部门经理，为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，然后呢，休着年假带自己的新媳妇快活去了。我奶茶呢？你点了吗？不点了，奶茶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信不信这火锅底料到你脸上？已经在路上了。解释。穿越昨天，奔赴
所有未来的终点。和谁洒满每一步，追逐用心的幸福，途经的每一幕。When all the life with you， 相信所有未知数。哎，你好，帮我和我老婆拍张照片吧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咱俩合个影。二位靠近一点，笑得甜蜜一点。看看怎么样？拍得很好看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谢谢你啊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季先生说，通过这只小猫就能找到他，加油哦！哦，这我先帮你拿着吧。故事从那只猫咪开始。回去找找吧，应该还在呢。在了，走，再买个新的去。嗯，我高中的时候也用这样的橡皮。公司的吗？你怎么会有啊？你还记得这把伞啊？当然了，我爸还上班的时候，他们公司每年发福利都有这把伞。我们家不说20把，也有15把了吧？你们家也有亲戚在普林工作啊？那如果高中毕业那年，第一个走向你的人是我，你会答应吗？哎，是生活里哪有那么多如果呀？那个时候你又不喜欢我。生活里没有如果，所以我还是会和你在一起。那么难忘的深刻，在心里种下颗球，才会连等待到快乐。如果今天早上那个人不是我，你也会跑过去救吗？会。但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是作为上司，因为是你，除了上司的身份，我更是你的战老板。这就是你对自己的评价，不像你以前不这样。你变了。我变了，人就是会变的。你看看你现在，你现在变的也不是我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季雨恒了呀。其实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缺点，我希望如果你以后看到了我的那些平凡甚至是平庸的时候，可以不要对我那么失望，也不要嫌弃我。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你比季雨恒呀。你喜欢我，我才是季雨恒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
再见面时，你给了我一个家。因为有你，生活不再是单调的黑白，而是永不色彩。做一个大的全家福，有我爸我妈，你爸你妈，还有我们两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期待的未来的路，请你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让你幸福，让你平安。谢谢你啊，季先生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这么难忘、美好的婚礼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跟你在一起。是我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你不习惯，很短却漫长，全世界在簇拥，微笑不散场。大雨滂沱的片刻，回忆重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蔚蓝清澈。等时间铭刻，手心的温热，平行的风就像转闪光泽，人的路雕刻，平行的风筝旋转了弯，敲击璀璨光泽，人的路雕刻，美好的轮廓，为你将所有快乐定格，淬炼成隽永。爸妈，
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回来看你了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当外公外婆了。我呢，已经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家。我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。啊，我找的这个人呢，个子不是很高，长得吧也不是特别帅，他是我的同事，但是他很爱我。当然了，我也很爱他，只是我平时不太跟他说这些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在，不会是你们觉得他比较好，所以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的吧？当然了，在老丈人和丈母娘的眼里，我肯定是五好女婿。上香吧，给他。嗯。哦，妈，你们放心，我是发自内心的爱着饶姐，我爸爸妈妈也都很喜欢她，未来我会好好照顾她的，用心去爱她，陪伴她，照顾她，让她也不再孤单，以后我们两个人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嘴有点碎，先别嫌我烦。抱我又是背我的，我看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不是一直体力都挺好的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请你们再多拍几组？我看两位男帅女美的，想用你们的照片作为我们店的一个展示，投放到网络渠道。哦，当然了，这个照片做出来，我们第一时间一定给你们，而且这个价格可以给你们打对折。对折？那我们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我太太今天有点累了。帮不了这个忙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肯定要尊重你们的个人意愿。那二位先去换衣服吧，啊，打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对折还是挺划算的，为什么不答应啊？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的美。昨天试衣服的时候，那个大胖劲儿哪去了？我说的也是，我也不想让太多人看到我们家季先生这么帅的照片。我得自己舞好了。准备怎么舞啊？那我不能告诉你。
呀，季先生，今天辛苦了，这么配合我办案子，我可喜欢了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当然不用谢我了。爱你哦。我也是。婚纱可真美，女儿，女儿终于嫁人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老杜啊，好了啊，这女儿结婚是高兴的事儿啊。嗯，好了。哎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就是可惜啊，和那个鹊桥相会。是没戏了，咱俩去。今年咱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咱去那儿，啊，跟大家的头顶上走过去，鹊桥相会，咋样？咋样？行。咱俩再去拍的一组婚纱照，怎么样？行。就是。那我也穿上婚纱。咱结婚的时候就没拍，啊？从那个。我看着那张婚纱，我还是难过。哎呀！啊啊！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天空，熟悉的月亮，兴奋啊！啊！哎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啊，你还跟我讲什么大道理？背包理论。这么久了，谁还记得？我呀，我可都记得，这可是你宝贵的黑历史，以后我要时常拿出来回味的。啊，你那天还说，活着没意义，生活无趣，羡慕我活得自在。没劲。哎哎，怎么还说不得了呢？坐，坐坐坐，再聊会儿吧。那就是都能说呗。说。那我就说说。嗯。咱们就说说，那天更以后，嗯，也不知道是谁喝多了，嗯。第二天连床都起不来，完了之后在那个酒店里边直线都走不了，完了就那个 S 型就这样这样这样，直到上了船。行，行了，打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婆，我错了。那以后咱俩就签订一个黑历史互不相提原则，我们把这些啊不堪入目的回忆，通通扔进岁月的垃圾箱，锁起来，行吧？不行。嗯。让说的也是你，不让说的也是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世界的中心，宇宙的尽头啊！哎，怎么还没完了呢？我看你就是生活无趣，自我两句图个热闹。啊，我谢谢你，我亲爱的老公。因为你呢，我的生活变得特别的热闹。现在的我呀，就想图个清静。好好，来，你清静啊，我闭麦。哎，你说我们下次来西海镇的时候，孩子也出生了。我们在西海镇举办一个婚礼吧，什么人都不请，就我们三个，孩子当我们证婚人。好啊，老婆，你做主，都听你的。而且，这样更有纪念意义，还经济实惠。本来挺好一个事儿，你非得往那个经济实惠上靠，你真是把这个铁公鸡的人设贯穿到底啊！咱们过日子嘛，来这。谁呀？我爸。啊。哎，爸妈！爸妈，节日快乐！中秋快乐！吃饼了吗？吃了，吃了。你们吃了没？吃了。静静啊，上次呢，方刚打电话说你最近失眠，我把咱们家产的那个三枣仁呐磨成粉了，给你寄过去了，纯天然的。你们回去了，应该差不多收到了。你怎么什么都跟爸妈说呀？对你好吗？你惹麻烦他们。啊。试试看，睡眠不好，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。嗯，等周末你们有时间就回来，我们带你们四处玩一玩，放松放松。谢谢爸妈，还有对不起啊，爸妈，现在我应该跟方刚回去陪你们团圆的。傻孩子，这有啥对不起的？你们回去祭拜亲家，这是正事儿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不分什么节日不节日的，啥时候见面就是团圆。
再说了，抬头看看，还不都是同一个月亮吗？就是。对，来吧，看看，爸，月亮，啊，行吧，就说到这儿吧。来吧，你少吃点月饼啊，你血糖高啊。先挂了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家人挺好的。有你也挺好的，而且你笑起来也挺好的，特别美。哎，就是这样，我给你拍照。美的一刻要记录下来，别动啊！啊，保持住啊！把它拍进去，来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再来一张。三、二、一，能不能再美一点？三、二、一，我发个朋友圈啊。嗯。他们都拍婚纱照了，我赶紧点个赞。哎，看啊，一双俩好。才子佳人，郎才女貌，百年偕老。你就不应该当客户经理，你嘴皮子这么溜，你应该去那个乡村大集上走穴串台，活脱脱一个显眼包。羡慕、嫉妒、恨，你就是羡慕我口才好，单压成双。爸爸爸爸爸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好像太动了，是太动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老婆，我感受到了。宝宝，你好好的，你马上就要来这个世界上了，爸爸妈妈都会很爱很爱你的。你呀，千万别跟你爸学的嘴皮子这么溜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咱不能去那个大集上走穴串台啊。我爱你吗？我也爱你。新婚快乐，杜小宁。还好我们俩之间，起码有一个人是幸福的。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有日出呢？早，小春先生，早，早，早。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打算对我们行的对公账户进行一下梳理，挖掘他们资金需求，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服务。那元朗、婷婷，还有我们小林的徒弟，你们三个就负责配合好你们的领导。没问题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最近一心扑在大堂上，我们拓展部你就撒手不管了？你这个赵总又不是摆设，怎么干不好啊？干嘛肯定能干好，但你多少关注一下嘛。啊，对了，今天下午我要约见一个客户，陪我一起去。开始给我派活了。我这是向上管理。哎呀，小图，这刚上掉职位就这么拼命啊？以前觉得静姐卷，现在跟你比起来啊，就是小巫见大巫。您可别这么说啊，你是太抬举我了，我跟静姐可比不了。快一点了，我约了1点钟见客户，笨鸟得先飞，我走了啊。好好好，帮我说一下啊。好的，加油。刘总，这是我们吉安分行的季行长。季行长，久闻大名啊。你好，我是季玉恒。这边请。涂经理没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慢走。当然。跟去年的婚礼比起来，今年这个纪念日有点简陋了。不会啊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就是最好的纪念日。但还是想问一下季太太，这一年的婚姻生活还满意吗？嗯，满意。虽然平凡，但是长。季先生，你对咱们俩未来的婚姻生活有什么展望吗？我当然是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像现在这样平凡，但是就幸福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。生。